那个人是谁？是活阎王。到。叶昭大将军一举斩杀辽第一名将耶律达丹，此乃我大宋之喜事。将军在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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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荒郊野地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居然有人在这凿画。仔细一看，这男的长得更精致一点。好俊俏的一张脸，像个美娘子，真好看，我喜欢。母后心中莫非已经有合适的人选？若此人真能娶到叶昭，他的品德言行必会得到修正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将军在上，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